们要展现真实力了。嗯，我们不只是说说而已，我们要用 Power Chef 呢来做料理。好，厨房天王嘛，厨房天王。我跟你讲，我为了这个稍微哦特别研究了一下。是 Cooper Chef。Copper。Copper。哎，不不，我说刚刚有人念。念成 Cooper。对对对对。是。Copper。是。你说的是对的吧？对。对吗？哎。念错的是你。是我 copper copper chef， 因为 copper 是铜嘛，对对对，所以是 copper chef， 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对。主要就是用铜锅，我们最主要就是铜锅嘛，对不对？是。哦。它里面还有陶瓷团热的导热的，它竟然还有出电磁炉哎，这个厉害了，这太棒了，这好可爱哦。对。刚好在想要买电磁炉，也送两个过来。这个颜色感觉就很富贵、啊。今天我们所有媒体系的朋友，好不好？你们这平常辛苦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是。然后呢，这个今天你们来，我就真的煎了个牛排给大家试试看。好，香喷喷的牛排。啊，对。而且你知道，我现在就觉得我自己的厨艺不太好，因为我在家里自己煎的时候，那个边边有时候会烧焦，然后里面没有熟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因为那个锅不好掌握火候啊。哦，对。今天呢，有宪哥在，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闻到、吃到很香的牛排。所以今天的超棒的，这个还可以做哇，它可以到425那个 Fahrenheit。这么高温，什么意思？哎，其实今天两位要各做一道料理哦，两位哦，我也要低配的模式哦，没问题啊，可以哈，可以啊。谦哥，你要做牛排，看到我说，哎呦，都可以。待会我们就让我们现场好朋友大概能吃吃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也饿了。对，芭比，那你 ready 了吗？你需要油吗？当然需要一点。没有油，不用太多，我们用我们的锅子油。其实也不用啦，因为这个它可以不用，对。对，因为现在就是少油生活嘛，健康生活。那 Cover Chef 因为它的重点就是它导热很快啊，是，所以它根本就不需要用太多的油。加上其实动物本身它的肉里面就已经有油脂了，所以你的温度够高的话，导热够快，它整个就会均匀分布。那油花的油出来，其实你也不用用什么油了。那当然有人喜欢香的话，你就可以再放奶油上去，让它可以那个香气更够。我突然发觉 Sandy 的那个整个概念非常的棒，可能还比爸爸厉害。Of course， 对啊，君子运豪厨嘛，我们这个讲真心话，这个煮饭做菜生小孩，这个让女孩子来就。可是我听说现在男人都只是帮忙，男人要做菜才值得依靠啊。啊、你知道吗、欸这个、说这个是个新时代的来临、哦、你看我的一个朋友的一家公司啊、他们公司在选全球 CEO 的时候、哦、最后他十道考验嘛，第一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到第十道的时候是只剩下十个人、哎、十个人进到那个会场以后还是要考，里面他们最后一道要考的是什么什么呢，啪打开里面有食材有什么，就跟在录那个什么主厨大决赛、那个、哦、你们分别去做出一到两道菜，是，所以就进去说啊，为什么要考这个呢？嗯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家正式犹如烹小鲜嘛，先煮一些海鲜。你要治理一个公司的话，嗯、你菜能够做得很好的话，你有机会可以把它做好。对，你不要看做菜哦，它细节是非常多，油要多少温度。肉怎么弄、要不要退冰、要不要什么这边葱姜蒜太高了、哦、那我来这边、那边也很高，两边都很高，只是因为你还在讲，我想说要来预防一下这样子，哇，你的肝烧了。